时候升到哪里，大家看对岸黑黑的地方，看到没有，差不多只剩下三到五个台阶了，就那个岸边。所以说这个湄公河雨季的时候可以赏至早时，看的话这个湄公河深吗，你至少20米有的那这里呢，到现在还有这个中国的轮船运货物这些轮船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湄公河上的这些船只，那么这个拖那个水泥 SCC 是泰国的水泥公司 SCC 水泥公司，这个是可能是用完了，我手边就是金山三个角的地方梅塞的河流和湄公河，大家看那里是界限，颜色不一样也有称鸳鸯河然后呢各位从这边的往上河的往上就是缅甸了，泰国现在慢慢慢慢会被我们丢在后面我们的右手边一直河岸上是辽国辽国呢，因为我们今天去的是那个特殊的那个岛，如果我们要从金三角去辽国去中国很方便，要么这个是陆地上的，要么水运上的，各位往这个湄公河往北边走前面就是大中国了缅甸辽国中国呢我碰到它然后各位湄公河全长来投资然后把中国这个呢可以说是它可以说说上话了所以对辽国以后的发展，等一下我们下去我们会看到一个没关系，他还有礼物给你送你两张报纸，把自己包住他把你送回来他还可以有船直接接送这个是辽国的帮忙运货，前面一端满满的都是货物咯，没有人没有人，泰国的台赛人就是轮船下岗上岗的地方卸货上货装货的地方，所以这边每天劳工的流动或者是我们说边贸的这个边贸纸都是在这里发生的。那上面呢各位，现在这些房子各位这里是新开发区，变成了这个贸易市场了传统的已经不是很传统了它慢慢的发展，所以这里呢一年不到各位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中国大哥来给这边贡献的这个建筑，上面呢我们会看到当地的辽国的比如说辽国的布匹啊，辽国的烟香烟，各位一条200铢，所以我们在这边登陆，慢慢来把这个安我们上岸后留15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4点40不管大家在哪里往车的地方4点45我们开发出发今天各位上午我们去缅甸
好心的帮人家刮阿姨吗？没有。